刚刚痛不欲生，我刚刚想快哭了，哭惨了，哭，好痛。你们先慢慢进来，等一下，我先搞定一些东西。哎，脚好痛。嗨，沙友，我刚刚脚被那个扎到，好痛。晚安，晚安，各位晚安。等我一下。哦，不行。等等，默默不可以，默默不行。等一下，我的水呢？哦，脚好痛啊！好痛的我哭哭。我刚刚脚就要被扎到，所以我才晚直播。我才晚直播的。啊、哦，先搞定一下我的脚。我觉得我不行，我脚很痛，超痛。因为我刚刚好笑，我的脚里面有一个头发，它应该是碎片扎到，然后头发跑进去，然后就痛了一两天了。我今天特别痛，痛到我刚刚就叫我家人帮我用，然后结果用不了什么。Hello， 进楼欢迎，超级疼的。疼到我刚刚八点整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不行不行，我要直播了，快帮我用这样。然后他们就说快好了，要拿出来，要拿出来了这样。然后我就说还要多久？头发里那个脚里面有头发，不是，就是它的皮跟肉之间，因为我可能有被碎玻璃扎到这样，然后就很好笑，我就刚刚就直接那个，嗨晚安，对，我就是迷糊蛋。我就是迷糊蛋，所以我今天迟到了五分钟、十分钟有。夏夏，谢谢你的戒指，小心破伤风。等一下下播再来用，他还没用出来，他刚刚还没用出来，我就说不行不行，我要进去直播了。这样，梦不可以哦。晚安。我就是这么喜欢模糊的力，迷糊的力，不是模糊，迷糊的力。呜，嗨嗨，长眉讲 ，Hello 华师，晚安阿哲，晚安令晨，欢迎，晚安九丹，长眉讲晚安 ，Hello HL， 欢迎佑晨，加速欢迎 Sally， 谢谢我的，谢谢你的徽章，哈利晚安，各位晚安，各位兄弟姐妹们晚安。我是笨蛋，我是笨蛋王，嘿嘿嘿。Hello， 家族，谢谢你的四叶草小迪，周小迪，欢迎火锅，欢迎绿绿，欢迎 Hello 九九九，欢迎任性，欢迎 Maple， 欢迎新双，欢迎，对，欢迎各位，欢迎。先补个妆，刚刚跳舞，把妆都给用掉了。我今天把我的头发给拉直拉直拉直，我今天头发超直。交往欢迎，我每次都以为是我的冷气在叫，没有，刚开很热，所以就把它调一下冷
气，兄弟姐妹啥？就是你们，你们是我的兄弟姐妹。Hello FEN， 谢谢你的徽章，跳舞扎到脚心疼。关闭啊，欢迎，天天欢迎 Sally， 谢谢你的徽章，千雪欢迎。你们吃饭了吗？没有发现我的灯是在我后面呢，因为记上次那个把我的延长线给弄湿，就不再敢用。不再敢吃什么东西，不再敢用那个什么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我要讲什么？我现在真的是脑袋有点，那个不再敢用那个东西，所以我就把那个灯改到这边。卡比，谢谢你的戒指，陪你先不吃，我要吃水果啊！你看我今天有那个，艾莉不要偷懒，偷调冷气，哈哈，我是调你们冷气，让你们越来越热。我今天吃凤梨，玉超欢迎，宝弟欢迎，晚上好，卡比 only 欢迎，哎谢 ，B B N 欢迎，卡波猫欢迎，打 J W 欢迎，凡 N J W 欢迎，鳄鱼欢迎，海丹欢迎，各位晚安。不敢吃延长线，所以以前常吃。不是咖啡线的戒指，不是。你们是你，他们是你的兄弟，但我不是。那你是谁？笑笑，你是笑笑 ，D Y F 欢迎。我好久没吃凤梨，我跟你讲，凤梨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东西，是我很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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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水果。肯尼欢迎，不会热啊，我这边冷气。喝冰沙，哇哦，那很凉哎。那你开几度啊？晚安，肯尼，你干嘛开16度吧 ？Daniel 欢迎，韩白欢迎，那16度太夸张了。AH 欢迎，詹先生欢迎，真的是，反正你都白到反光，所以不要跟我合照，会白到发光哦，反光。咖啡是你的一封信，欢迎日照，欢迎。会不舒服吗？会让你们刺眼吗？那我遮住这样子，遮住这样子。这样遮住有没有好一点？不，妈妈咪呀，欢迎阿丽有圣光。关于灯的光，房间的地藏小王，欢迎品贤，欢迎，谢谢告白气小鳄鱼，亲爱的，爱上你，我都黑成非洲人。Oh my god， 你是说最近你夏天晒太阳晒到黑的跟非洲人一样吗？鳄鱼也是帅吧？鳄鱼，谢谢你，开16度要等我。等我财富自由，我都开25度。我是你，好吧，算了。说落日笑笑，你是我的笑笑。嘉宏欢迎 ，Jack 欢迎，阿丽有鼻音，都是木木害的。你在干嘛，妈妈咪呀？想你了，晚安，切尔东。加州欢迎 YI 欢迎，遮住脸吗？我是说遮住后面的光啊。有遮到吗？嘎皮，谢谢你的韩式花束。你要想我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你是我的？突然被暴击，嘎皮，你突然送朵花什么意思？七七欢迎，金米粥欢迎。今天是我们七七前辈的生日，我们要祝他们生日，祝他生日，还他们，因为祝他生日快乐。你们有上 IG 去祝吗？去找 AKB48TV IG 有光啊，不 IG 有光闪 ，IG 有抛。刚刚一直讲光了，所以就想到光。奶奶欢迎反馈，欢迎，我也是，看来跟阿丽很有缘。有缘吗？哪一个缘？圆圈圈的缘吗？103欢迎，有77个人，有77个人，是个大阵仗啊！晚安，吉米周，笑什么笑啊？阿哲，笑不笑？吉米周，谢谢你的掌声鼓励。我的凤梨好像切太大块。哦，太大块了，一口啃不下去。刚破相了，夫妻缘吧？天哪，天哪！男的真陈家树没有说话。I A N 欢迎，阿米欢迎。我跟谁都有夫妻相哦。又大众脸，甜品中心的掌声鼓励。啊！鸡爪花欢迎，奶奶欢迎，朱莉安欢迎，哎呦啊欢迎，刚刚看了潘哥，
维亚的枫叶，大众夫妻相，对。随便你们讲，哇，这个人有个性，有个性，跟木木一样有个性。国民老婆，所以我是大众老婆。二零峰欢迎，潇潇欢迎，朱迪恩谢场。毕竟怎么样？朱迪恩，你送我戒指，你们今天都是想跟我求婚对不对？一下送花，一下送热气球，然后现在要送戒指。那可能我今天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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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适合当你们的国民婆婆，就是那种最老的，就是那种弯腰的那种，哎呦，弯腰的那种，弯腰的，我是你们婆婆。哇，文手里，嗯啊，嘎比谢谢你，哭江谢谢你的戒指。好，今天就当你们老婆，你们想我怎样？我什么都不想送，因为他以前就是要跟我求婚送戒指，什么都不鸟他，人家送我就说好，我当你们婆，然后陈家树送就没人理他，难怪会生气。婆婆过年会给红包吗？哎，婆婆是你们要给我，我老人家你们要给我，不要离婚啦。家树真可悲啊，有个性，跟木木一样有个性。有个性，给你一个赞。Hello， 浪客四九 ，JET， 谢谢你的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我成为大家的婆婆，不是老婆的婆，是老太婆的婆。小易欢迎，所以你们要包红包给我这个老人家，你们要三不五时的来看这个老人家，好吗？气死！谢谢朱莉安的一封信，欧巴，我欧巴来了，欧巴。他家说木木呢，大众老太婆，老太婆，我扶你过马路哦，你反而帮到忙哦，我是要在中间等人。我爸，我爸，我爸等下说，我爸都说木木呢，我的木木呢，我要看木木，你先帮木木买饲料，我再带他去找你。谢谢行李箱朱里恩。完了，朱莉恩他要跟我离婚，他搬走了，他带着行李箱搬走，还是他把我赶出去？他给我行李箱代表我赶出去。完了，我要面临离婚了。祖祖是迟到王祖祖的粉丝，欢迎自己去申请老人救助金。哦，对啊，哦，那很好，那很好，哎，要去申请，要去申请。你去啊，陈家硕。嘟嘴很好看吗？不给你嘟。哈波猫现在的文手里，好一朋友，我要锁门呢、哦。你妈咪来了，优格嘞？哎哎，嘟。我今天练首歌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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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近在跳舞，随便练。有人敲碗，敲碗，我要那个、啊，那个那叫什么？刚刚那个。都可以，居然还吊胃口，不会吃老婆。这身优格好霸气。是不是他尿尿？就把他赶走。哎呀，我的脚刚也踩到，我脚刚扎到，然后现在又给我踩到尿。你真的是很厉害的妹妹。默默，等等，一直乱尿尿，你去干什么？姐姐好像一阵子没入境了，想姐姐，不行，姐姐刚刚有一点那个。喂，警察局吗？这边中间有个老婆婆在地上，我没有人敢扶她，好凶哦！谁要跟我走？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加速班。走开！哎，你给我跑出去！好啊，裙子小心。不是，我今天我那个是裤裙，我是裤裙，对不起。木木每天搞事，国民舞舞，事故事故，安全大哥欢迎。优格嘞，跪求完整版，没有完整版，只有一半版。刚刚那是什么混乱的线？因为木木尿尿，然后我踩到，我又扎到脚，又踩到尿，很惨，真的很惨。今天穿很漂亮，今天是黑暗风格，黑暗格子裙啊，不对，百褶裙，百褶裙。木木做的好，陈家树，你真的会被我杀。刘建古线的枫叶，安夏高拉嘎，欢迎，晚上好。好，那你随意。哦，我真的是，你夸张。白痴，你那还要撞到脊椎的，你怎么想？没有，我妈，谢谢你的戒指，谢谢戒指，今日婆婆幸福。你不是白天使转黑天使，没有，因为我真的很少穿那种，我没有白色的百褶裙。但我有买，为了你们那个夏天的那个，我有买一套很好看的。先不跟你们说，反正你们就在等我的 surprise。木木帮我消了，我气消了。你真的跟他一样有个性哎，陈家树，我真的想杀了你们，全我们杀了陈家树好不好？大家请点头。Google 欢迎，落叶欢迎，剑骨，谢谢你的枫叶。今天是黑天使，没错，嘎逼。有露肚肚吗？有，露一点点。甜甜吃过了吗？吃了，吃了。晚上好，玄阳木木归属你。你晕你个头！你先买饲料。先给他买衣服。饲料。保健食品。不是很想动，为什么不想动？哇，你在吃什么？对，撒完尿继续吃凤梨。对，嗯，啊，这是我的，快来给我藏起来。我头发随便用的，因为我每次吹完头发就这样。然后我刚把我头发拉直，姐姐感觉很忙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喜欢吃芒果呢。走开。给我地址，我寄十斤的木木礼物去给人家。哇，好重哦！对，不要不要，你这样子我很累，我还要从一楼搬到四，要搁我家。为什么很累？蔗糖度刚刚好。哎，我头发真的变长了，你看。你看他吃什么？这样子有一种又纯又欲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们想的那种又纯又欲的感觉。你说什么梦子？你是湿的。他的水。卫生纸，我要湿巾干嘛呢？你们不是喜欢姐姐又白眼又纯又欲吗？不是说想杀吗？加速我投下了反对，因为我不想动。哦，这糖度很好看，谢谢你。姐姐真的很忙，自然一点。好水，好水木。好，我好变成没有啦。其实我真的跟我姐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会变得这样，有点神经神经。好，我现在水给我一点。我现在正常一点。那你就穿裤子嘛。我穿了。嗯，对不起，唇的部分不太够，可能要嘟着加唇。喂。加唇的部分。不要乱吃一次啊！真的会揍你哦，我跟你讲。内。内。有唇吗？内。啊，对不起，你可以叫我的名字，我有名字。就是内。你给我过来，嘴巴给我张开，我看你刚吃什么东西。啊，你刚吃什么东西？你给我讲。吞的部分。你给我讲啊！陈家顺，你给我闭嘴。姐姐现在没穿裤子，没有，她有穿，只是很太短，短到我刚刚以为她没有穿。你还是扣起来吧。我看，我看，嘴巴张开。啊！这个扣子坏掉。去睡觉了。第一个扣子坏掉，可怜你我，衣服坏掉。木木站起来，木木，哎呦，站着，你快站着哦！这踩到人尿，真是你手湿湿的，闻一下。你两个都不爱扣扣子。啊！嗯，今天哪里好精明，好挫折。好啊，想多久是不是？扣子又被你撑爆了，是好事。
这个位置是好事，开玩笑的。什么时候林婷婷他们自恋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好了，我要正经了，我不想玩了，我不跟你们演戏了，我不当戏精了，我要那个正常的。我原本是那种蛮乖巧的。可是我本来就是我的风格喜欢黑白灰，我只喜欢简单的衣服。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喜欢穿无袖的衣服，是因为可以跟低胸，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喜欢夏天这边可以露出来，这样比较舒服。志宏欢迎 ，Hello 飞镖欢迎，李欢迎。陈家说这不用讲，谢谢。他嘴一直都闭着，他都用打字的，你可以不用手不用动。你们今天是来呛我是不是？好，我不说话了。哼，我不说话了，我不说，不想说话。我也不喜欢穿高领。你怎么会咬我？晚上好，飞镖，有事不能看，跟阿里拜拜，辛苦你了，妹妹。梦子，吓到我。是你的优格吧？哎，阿力白，妈妈的那个、哦。姐，给我拿一张卫生纸。坏掉了，湿掉了。什么东西？哪里？啊、哦，嗯，真的是。小薇欢迎，杨雄欢迎，你是静静坐着。坐着穿这样倒是还好，阿力好在，阿力拜拜，拜拜，飞镖。干嘛跟我拜拜？木木是在跟姐姐玩枕头大战，飞镖有事吗？是去看竹竹的有事是哦，可以啊，但也是好事啊。我竹哎、欸，我公公哎、欸，那是我公公，公公公公，哎、欸，芒果怎么有个味道？有高领脖子都会觉得痒痒的，就是闷闷的，你会觉得哦，呼吸困难还是怎么样？就是会觉得这世界我没办法呼吸的感觉。阿公，你公是我，所以你是阿公是不是？阿公好，原来是我阿公啊！我很想我阿公啊。虽然我阿公，对，算了，不说。你是大众婆婆，他是大众公公，原子竹是大众公公。这芒果有一个味道哎、云汉欢迎，你好，投不了的那个票。嗨，思源欢迎，怎么投不了那个票？ Hello 云汉，芒很芒的味道，嗯嗯，芒味，芒味。你们知道芒果的味道是做到优格，它有一种感觉，就是，嗯，这味道怪怪的耶。怪我才刚买的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味道是有一种。不要省啊！你就继续再玩啊。榴莲的味道，因为我这辈子最讨厌的食物就是榴莲。Me too。难怪你买这个吃有点难。虽然芒味，嗯，哎，芒种，这里是不是有一首歌叫芒种？今天推出来那个票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叫我家人帮你投，你想投谁？哈密瓜有哈味，什么时候的梗？有那个芒味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对，我们就不喜欢。芒果跟那个榴莲吧，就有点像了吧。网页点不开，可能真的没办法那个吧。辛苦了。我觉得我很累，我真的很累啊。哦、oh, ，那天投不了哦。为什么会湿湿的？我们猜不到，我不喜欢榴莲。我也不喜欢榴莲啊。陈家说，我刚不是说我不喜欢了吗？芒果会搞成，你先闻闻看那是什么，会搞成有榴莲的味道，这是可以的吗？姐姐说芒果跟榴莲有相同的味道，我姐讲的。就是差不多、啊。差不多嘛，芒果我是比较喜欢艾文，我也喜欢艾文呢、欸。晴天欢迎。但我现在家都是金黄，嗯，金黄是什么？卡丘欢迎，
网页点不开，可能真的没办法吧。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台湾的朋友啊？要不要可以？我再拿出去哦。投票这样。湿湿的，你摸嘛。都是。没有啊，只是凉凉的而已。没有啊，没有事。感冒。臭狗。没得。没得，我跟我姐很喜欢讲没得，跟我们木木说没得就是没办法，不要给我出来，没有。阿杜差很多，姐姐说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但是你知道吗？芒果也是加一点优格那个酸酸的味道，它啊，这是芒果加水蜜桃哎，哎呀，难怪有那种我觉得很特别的味道。你想投给谁啊？雪梨，也不是雪梨，雪梨吗？伊梨，木木很像奇异果。哪里来的想法？生姜树，为什么它像奇异果？金黄也是芒果，懂，我不知道这个牌子。姐姐水果专家，我信，我也信了，我刚刚也信，结果被人家骂说这个差很多、哦，被人家质疑。都是黄色的，云汉聪明，都是黄色的，没错。对，我们还是很大。卡丘欢迎，晴天欢迎，芒果加水蜜桃变成榴莲的味道，就是我说不上来这个味道是什么。我叫我姐吃，她应该也不敢吃。伊犁，谢谢你的枫叶，投你呀、啊！哦，这么好，好，那我就叫我家人投我，那就是代表我家人的一票是你的，好吗？伊犁，好不好？你过来吧。要我叫我姐去办，我姐，她的名字就叫伊犁，伊犁去投林廷丽，这样。谢谢你，伊犁。姐姐，你先闻一次，你自己闻是不是有那个？哎呦，就是那个味道。它不是只有芒果，还有加蜜桃。你走开好不好？我不是可以过来吗？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呢？比如说，要我不喜欢阿丽梅德这样吗？对，梅德，对。要我喜欢加速没得，肯定当时凤梨。哈哈 ，Jamie 欢迎，搁一点凤梨。哎呀，乱掉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我陈家树说有一，他说木木很像奇异果，然后他就说，你有一天把奇异果贴纸粘在木木身上，你就会发现木木很像奇异果，所以贴什么就像什么吗？好，我就。蒙着鼻子红眼睛吧，好，嘉美丽欢迎，我们都要加油，投票投起来，想投谁就投谁，里面的人都很漂亮，大家可以去看 AKB48TV 的官网 IG， 现在有投票哦，可以赶快去投票哦，投你们最喜欢的。晚上好，李真，浩一欢迎，没得你的投，没得。俊杰欢迎。木木，你在干什么东西？动算，我才不要投你。好，不要投我，随便你。没得投我，没得。那我就不要，我也没有起泡我说。奇怪。哼，不要投我，不要浪费了神圣的一票，好吗？我要吃凤梨了。嘿嘿，不要吃哦。等下我调个冷气，太冷了。舒眠。你不要以为是你们的冷气哦。可以等木木吗？好，肉圆是美女，你好。肉圆是美女，是我认识的那个肉圆是美女吗？如果是我，不可能。有10亿的票竟然投不了，嗯。应该不是的，因为他不承认自己肉圆。投你没得。好，没得。12月都是木木，也是挺疗愈的。12月都是木木，什么意思？只想欢迎，想投谁呢？你好，都投。整本木木感觉不错，好啊，他的写真他也没什么好露的啊。艾瑞就说啊，写真全部里面都那个什么，整本都是那个什么 T
TP 大家养的狗狗猫猫哦，好可爱啊，如果能做这一本就感觉是大家都会买，狗狗猫猫才吸金，结果人不吸金，人卖不好，反而是 TP 的狗狗猫猫猫卖得好。嗯，默默平常都学录啊，还露什么？嗯，倒是要给他穿点衣服。好了，大树好了，阿杜他不是没有什么肉，他已经全肉了。阿杜，不可能一直阿杜吧？你当我是阿杜吗？谢谢玉云山欢迎，这样排挤没养宠物的成员吗？没有啊。可以带他们家的蟑螂蚂蚁，蟑，嗯，懂那个可惜，没事没事，就是，嗯，对，可能就是，然后就是在这边吧，这个区域而已，这样，台湾区域，投票。你先带蟑螂，我带蚂蚁。好哦，李真，谢谢你的看好你哦，唯独欢迎。哎，真的是你啊，闹人！真的是他，你还在看吗？我姐姐，另外一个姐姐。他私讯我说：“你在演啊，你在啊，你在继续啊。”柠檬欢迎，文跟果欢迎。哦，对，还有陈家树蟑螂吼。员工我都忘记这个有这号。谢谢柠檬的戒指，晚安。你出来面对啊，肉圆，出来面对，你现在出来面对，你被肉收了。吃东西不要讲话。我从小没妈妈养啊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他跟我是我们是好姐妹关系，所以你们不要介意我们俩聊天方式是这样。每个姐姐都看穿你了，每个姐姐都知道我私底下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，就是可可爱爱，是吗？可可爱，你说什么？你说真的？好、哦，谢谢夸奖啦，姐姐。我说好想吐、哦。你说好开心哦，你说很开心。我被这样称赞了哦，我也是姐姐。啊、哦，今天看你也很漂亮。你有幻听是吗？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很可爱，讲话很可爱啊、哦！我知道了。没关系，我就让你活在自己的世界。引诱人心。好了，我们。这一出戏演完了，没什么好看穿的。你也想了解我吼，肉圆，每个当下欢迎。他说：“狗狗狗欢迎，你有幻听是吗？”我没有幻听，你们说什么？我看不懂字。锦优欢迎，姐姐怎么可以这样？扒他头现在。来啊，你有什么来啊？你来啊，快点。你是看我太漂亮想摸摸我的发质吗？来给你摸我的头，我的头可是姐姐讲话很直白，姐姐怎么可以这样讲，他们都这样对我的啊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快帮我打那个报警，哎、欸、不是家暴电话，快帮我打。我又不会打你，都是你在打我耶。什么？我姐睡觉，你要这样讲。什么？我姐睡觉，我明明我们都一人一半这样子，想摸摸你的发质，好给你摸，报警，这样哦。然后最后我睡觉我都变到这样一点点，然后我姐的空间就那么大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被她挤到外面，然后外面有一个木木，每天都要吓醒我，我真的觉得你还用手机找她的脸，我那是很可怜的，大家从此以后应该不敢睡你外面了、哦。谁叫她每天早上都要吓我木木。每天都突然跳上床，吓死我的猫，真的是吓死我！每天都被他的不是大便，就是被他吓到，因为他大便真的很臭，我都会起来。
对不起，sorry， 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吵架了。默默有心理障碍，我上次手机直接砸他的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每个人都有被手机砸的经验，像我也有。没有，他没有跳上床，他是就是他在地上嘛，床在这边，他是这样子。手在床上面的，有味道哦，芒果跟那个什么凤梨的味道。阿杜，你怎么知道有味道？阿杜，榴莲，结果你们说的是芒果咯，跟凤梨不是榴莲。我不管喝榴莲。之前的枫叶，从小被手机砸，为什么也美也算厉害？木木就是被砸，不知道它会不会漂亮一点？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就以前演的那个七香与什么，就是那个什么谁演的、啊？周星驰，他跟那个谁演的，然后他不是一直揍他的脸吗？他的脸就变超漂亮。哦，还你飘飘拳。喊你拍拍拳，然后他就是砰砰砰砰砰砰，然后他就是被打。哎，唐伯虎与秋香姐，要点吗、？OK， 姐姐透露出年纪喽。原本是歪的，被手机砸正了。对，这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多砸一点木木，因为木木现在太丑。还原静静拳。还我飘飘拳，漂亮拳，对，还我飘飘拳。你在看什么姐？那个、今天下午看，没看。我每次看见都觉得很好笑。所以他跟那男生在一起没有？他跟那男生在一起没有？我要拒绝他，我拒绝他看看嘛，我拒绝颜值族，他跟我进行连击，好了，跟他连，他拒绝我，老公公对不起。我刚有一个想法，就突然看到拒绝，我想说按一次看看，然后那个谁，陈家树就笑，他就说拒绝，然后他们都说，他说我割的漂亮，这样他们下面说割的漂亮，割啊，突然间脑袋有点宕机，想说割的漂亮。对，这样，宝贝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对不起啦，不是故意的。你上次送了我一首与我无关，这次要拒绝我连我。好，我下次见面不该这样了。What do you mean？ 而且我刚才直播，刚直播的时候就讲到你，因为他们说我是国民老婆，然后我就说你是国民老公，你就说你是国民老公。国民公，哎呦，你是不是冷气也很冷啊？因为我都穿毛衣，我也是房间冷气有点冷。我只有开26，还是冷就对了。我也差不多25。我很冷、欸。我是国民小公主。你是国民老公哦，国民老公，我不能当国民公主吗？还是我当国民老？你的老公小公主，哎，国民公公小公主，国民老公，国民老公公，
国民老公主，国民老公主，没有国民音响啦，他们下面说国民音响，拒绝好主族声音好大，为什么你都那么大？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很洪亮啊，国民洪亮。宝莉，我要告状。好说。我今天想说，我今天的发型是日本武士头啦。什么？你知道日本武士头吗？知道啊，哪里像？就是有点秃头，然后。谁说的？耳机讲，耳机讲说我是武士头。请问耳机讲是谁？耳机讲是一个可爱的妹妹，我不确定是妹妹啊还是姐姐，我不知道。出来面对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。耳机，我不确定耳机讲还在不在。耳机讲他会，他会忽然间消失一下，然后又忽然间出现。哦，懂。好，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我不这么认为就好啦。对哦，你最爱我了哈。不是头，你很潮流啊，你可以带起潮流哎、欸，我来用一下。你干嘛自动消音？我自动消音，我没有。是姐姐吗？嗯，姐姐吗？嗯，姐姐。是木木啦，丽姐，是木木。哦，木木，我以为是丽姐。你在吃什么？你猜啊。芒果、木瓜、水蜜桃、荤桂。水果，水果，荤桂是水果吗？奇异果，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等一下。你们下次可以这样合照吗？干嘛自动消音老公主？老阿、啊、老公主，哦，你吃芒果，芒果好吃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好啊，就是出我会出题说，你一人出一题这样，然后你就是 好，假如说，来了，然后女明星这样子，然后你就要了。然后是什么什么开头，只要有了，它是姓什么姓，姓有了的就，你懂意思吗？李像吗？姓李的。对对，好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断掉就输咯。好，开始，你先。哎，我都还想不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李小姐，等一下，李佳颖，李佳颖，李佳颖，我这么好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好换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我要继续讲，是不是？继续讲。李算算吗？啊，他是男的，等一下，快点，你们，李。李孝利，韩国明星。李彩洁。林婷丽。林雨昕。林杰。刘雨晴。李子嫣。好强哦。刘晓晴。李沁，李沁是谁？不知道，他们跟我讲的。哦，哎，他念沁嘛，三年念沁对不对？李，哎，还是李昕？有人真的叫李明星？谁叫李明星？李宁是谁啊？他们讲的我也不知道。浩浩，李毅。李智恩，李智恩，哎呦哎呦，叫李智恩。林依云，李冰冰，李冰冰。李刘德，李不行，要女的，要女的。李刘德是谁？梁静茹啊。刘玄德是谁？刘玄德。
觉得。李，快点啊！你要输哦。嘉欣，刘雨欣，刘李彩林彩杰林彩薇林彩杰谁？那个我们那个他应该是姓林吧？那个谁？那个 Per Six 的啊？哦，真的李欣？我不确定。刘念。刘念是谁？刘念是那个哎、欸，刘念不是听伤害的吗？是吗？不是吗？是啊，不是吗？是啊。好，刘念啊，好的，李小璐，好，刘嘉玲。刘德华，对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哎，这边我还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林依晨。啊，林依晨，对，姐姐怎么提醒我？不是很喜欢林依晨。刘诗诗，还有刘嘉玲。你粉丝很坏，原来刘璇，哎、欸，你粉丝很给力耶！猪宝宝们赞，好，换你出题，赞，换你出题。十五分，嗯，小心一点，什么？哎、欸，5、4、3。你讲啊！哦，我要先吗？你刚刚不是说你先讲吗？我不是出题要换你吗？哦，我出题要先讲。对。哦，好。法国吐司。你是说食物嘛？什么都可以哈。对。方块酥。都可以。方块酥。番茄。那个饭团。凤梨，粉肠啊，番石榴，粉圆，番茄，饭，佛跳墙，等一下，番茄炒蛋，发糕啊！你找发糕就行了。拔蜡，不是，好了，输了，粉丝输了，粉丝可以吃哦。这里还有方便面、凤梨、飞鱼卵、佛跳墙、方块酥、凤梨虾球、饭桶、粉条，什么粉肠、饭团、肥猪肉，然后什么都还没念哦。哎，不行，怎么可以林正去帮阿丽？下面的你们有没有给我留言？人家都有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我们再来，你出。我想一下哦。行，你们都去帮阿丽，不行，你们要帮我。他们来了，哦，来了，哦，好呀，好，芝哦，芝，芝，但我觉得是我要广一点的。好啊，不然就芝，然后男明星好了，芝哦，好，我先好，张艺兴，张哲瀚，那是谁呀？张学友，张国荣，张艺兴，哦，我刚刚讲过了哈，
张你讲过吗？哦，啊，周星哲，郑元畅，郑仁硕，郑秀文，周星驰，张飞是？有啊，张飞有啊，喂，张飞，郑元畅，张震岳，张栋梁。啊！被你讲掉了。啊！周杰伦、张宗宪是谁？名叫吴宗宪吗？张姐。啊！周润发、周华健、郑仁帅是谁？郑仁硕啦，你已经讲过了。哎，你很坏、欸。张信哲、周汤豪、周杰。周有康，谁呀？谁？周杰伦。周杰伦讲过了。张伟，大那个内地的。张汉良。张艺凡。周传雄。谁了？张柏芝剪短头发变男生。拜张惠妹。Four。张杰。好。詹仁雄。哦，张雨生。哦哦，詹姆斯有一个外国人。不可能绕国外吧？周传雄啊。张宇。赵又廷。啊，我知道一个张艺谋。哦，我超想给他演电影的。张艺谋。艺谋先生，赵丽娟是谁啊？啊？赵丽不行，赵丽娟好像是艺，他赵又廷啊，赵又廷讲过了，赵寅成，赵船长是谁？张震演员，张震讲过了吧？还没吗？还没。哦好，张宇讲过了。啊，讲过了吗？张宇龙、张一山、张云雷、赵传，你刚刚讲过吗？好像没有。好。哎，赵传过了吗？啊，忘记，没关系，可以。赵树海。从哪啦？人家是太，就是人家是那个张国荣。哦，对，张国荣。张国荣我讲过了，我第一个就讲张国荣。周承恩，他是芝吗？哦，是芝哎、欸。周，赵子龙算吗？唐山赵子龙。姐姐芝，快点，姓芝的。赵正平，赵树海，到底是谁？这些人？哦，周深，中国歌手。好了吗？好，朱正廷，朱丽金，不行，猪头，我输了，你又输了吗？真田广之，男，朱一龙，朱元璋。给过，因为我刚赵子龙都来了，过人民就好了啦，人民就好了。朱孝天，朱熹是一个人吗？就是那个熹，是那个，只、就是一个熹啊，四点水，可能是诗，古诗人吧。朱亚文，你确定他是男生？这是
朱自清。你们都讲诗人，你们是有病。朱，你们，真田幸村，日本的。哪里来的？男生，他说男生啊。哪里来的知？真啊，很真真假假的真呢、啊。好、啊，朱自清，赵自坦。朱一龙啊，朱一龙，哎，赵正平有讲过吗？好像没有。好，朱凯是谁？朱凯啊，织田裕二哦，真传。詹宏志，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对，张立东，詹传雄，张森，詹姆斯的张，森林的森，这是谁？你好了吗？你死吗？我还有啊，诸葛亮。张国立有讲过吗？张国立是谁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粉丝给我提醒，他给我提醒了五六次了，没有听到。张风奇，张学友讲过了吗？讲过了。张学友讲过了。谢谢爸爸的玫瑰。讲。嗯。张杰讲过了吗？嗯，张杰也讲过了。嗯，织田信长讲过了吗？对。织田信长讲过了吗？没有。信长。张三班是谁啦？没了，应该是没了，大家都重复了，我输了。张震运，我这里还。我这里还有张忠谋是谁啊？张东健、张飞，张飞讲过啊，我输了。耶！我的宝宝们最棒了！不愧是我们的国民老公主，国民小公主，郑成功。我的老婆们给我出主意，太棒了！只是真的太多好笑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那这样，那我们玩一个，什么的，形容词 ，C 开头的形容词。你大家为难那个笨蛋。好，开始啊，你先。小的。香的。想念的。西德是什么？现在讲形容词，哎，怎么等一下？性感的，细的，稀的，稀巴烂的稀。好，那我新的，斯巴拉稀的是什么啦？这是撕开头，是吧？幸福的，幸福的。别的啊，别的，别的，别的，幸运的，行进的，谢谢的，什么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是吧？辛苦辛苦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闲的。
心酸的，邪恶的，心胸平常的是什么东西？稀松平常，嗯，稀松平常的啊，洗干净的，雪白的。等我一下哦，好看一下哦，凶恶的，心爱的，细心的，新潮的，详细的，血红的，新鲜的，有讲过吗？你就讲新的。好，新鲜的，新鲜的，鲜的，很鲜的鲜，鲜的。认输吧，认输吧。你讲啊？我讲完了，鲜的，新鲜的鲜。哦，我以为是换你哈，循序渐进的，萧条的，稀疏的，喜欢的，鲜红的，纤细的，细致的，很鲜的鲜。我你不是讲，我刚刚说鲜，你不是，我刚刚是说鲜是那个，就是很鱼的鱼的鱼味道的新鲜，哎不对，还有那个新的，新的就是、那个、啊，对，新的 OK 好，昔日的，笑笑的，异常的，辛辣的，吓人的，戏剧性的。细致的，心动的，稀有的，细细细的，啊，细细长长的，那我不是啊、好，可以，你讲了，你讲过，等一下哦，心胸宽窄的，好，羞耻的，朽坏的。好的，我有答案了。我先讲我的答案。我的答案是悬空的。但是这个我觉得太好笑，要跟你分享。他无聊赌徒说小晴是我的，怎么那么可爱？怎么脑袋动那么快？不可能有告白的问题。显而易见的。享受的，嘻嘻哈哈的，吓人的，心碎的，心碎的，心碎啊，可以，鲜为人知的，血糖过高的。什么？夏日的，详细的，小迪是我的，怎么大家都想讲这个？我还有那个修蛋机嘞，是什么？等一下，险峻的，心惊胆战的，逊色的，心寒的，喜爱的。心羞愧的，虚拟的，羞耻的，纤维的，什么？纤维的，心疼的，虚伪的，心肌梗塞的，这给过了，修爆的那怎么念？就是一个类似像爆还是刺，修刺哦还是什么？就是一个，好算了，心悸的，贤惠的，心跳过快的，哦，修奶的还是修男的？就是那个字，修男的，那你。贤良的，什么是 CPR 的啊？
新型的病毒。可以，新型的，对，没问题，形形色色的。我觉得这个我会玩形容的。啊，我们这个算平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会讲到 K 小，欣欣向荣的。我也觉得，现在什么题目是 C？ 好，平手，平手。好了，好了，平手，平手，平手。哎，我也玩到整个脑袋飘过去。嗯，你的题，我的生日礼物吗？给我啊！谢谢。都隔空，隔空丢，马上换一件蓝色的。你都不让我寄给你，你很烦哎、欸。啊，我们就快见面啦！哈哈哈哈你从五月十五号那天跟我说我快见面啦，到现在也还没吃两个月而已啊。我哪有拿凤梨？嗯，好，我想想看，还有幸运的，我没有讲吗？有，我讲。还有什么啊？我想想看哦，我们再来玩什么？嗯，就是。哎，那我们来，我们就直接来玩词语接龙，好。哦，不要，我好我玩词语哦，词语哦。对，啊，好好。我们玩这样子好不好？就比如说啊，谢谢玲玲把我说对的出我。然后我们来玩，就比如说我就会说，我们来玩新鲜的，你就要说水果，然后你就讲一个形容词，我要讲一个什么。Okay. 然后比如说我说浓厚的，你说原子族就不行，不就是不合理的不行。懂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要帮助的话，大家打字要很快以外，就还要看网速。真的，打字要话题，不能断。好，来，我们一个 tempo， 好，开，我先吗？黑色的衣服，白色的兔子，蓝色。换你啊！兔子，然后粉色的什么？对不起，那这次换我错，这换我错，我错，好算，忘记了。好好，这次，好来哦。不可能咳嗽。好，再开始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，被开始。小小的。小波波，一个小小的小波波，车子啊，玩具车，大大的，我，粉红色的，香水瓶，蓝色的，衣服，紫色的。IU 在舞台上跳舞的衣服，啊，头发紫色的头发，快点，你那是臭臭的头，不行，头发臭臭的，屁股长长的，香蕉短短的。屁毛，冷臭臭啊！不对，烂烂的苹果，很多味道的榴莲，我喜欢吃的芒果，那个宽宽的板条，细细的。面条，黑黑的，乌龙面，白白的，意大利面，没有了，
哦，我脑袋不喜欢动，瘦瘦的，瘦瘦原子族，胖胖的，那那那，木木，好闻的，狗狗。抱抱的，抱抱的是什么？好抱的。嗯，等一下，好抱的，老公。啊！辣辣的。伶伶俐。咸咸的。原子族。酸酸的。打字你。你想甜甜的，快点。黄黄的，高叶青，好人闹啊！真的开玩笑哦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人身攻击不合理，我们这样会犯人身攻击。因为你们说小山美玲，你说你说，没有，我要说高叶青，高叶青是真的。哎，开玩笑。哎，晨晨，晨晨前辈，我们家晨晨宝贝前辈，星期五要直播哎。对呀、啊，晨宝，我要去他家玩。你要去他家玩？嗯。真的假的啦？要不要去？我应该不能出门。猪妈应该不会让我出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去，好像是我应该会我。好像是有约，我应该会是，哦，真的、哦，我应该会在那个啦，我应该会在那个直播间帮他庆生的。你也会直播吗？那天？不会啊，我会他的直播间。哦，你可以打给我啊，如果我去的话。好啊，好吧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上直播间啊。嗯，那可以。嗯嗯嗯嗯。好笑。真的。笑到多。你要播到几点？十 ，maybe， 嗯 ，maybe 九点半，十分钟之后。那你要不要把时间留给他们？留给你嘞、啊。我还要播大概到十，也是到十点吧。嗯。好，你赶快去陪他们。哎，你的隐形镜很好看嘞。真的哈。我都没在戴隐形镜。凹圈的，圈冷似的。嗯，那是什么？凹圈，圈冷，它两个字而已。OK， 那你下次再跟我讲是哪一个，哪里买？嗯，赶快去陪他们。欸，他们给力耶！我真的觉得他们给力，超棒的、啊，100分。不会是我的猪宝宝们。好好。我真的不知道陈家树人去哪了，刚刚都没有看到他的影子。真假的？他可能讨厌你哦，他在吃醋哦。开玩笑了。没办法，谁叫你是我的，他就吃醋吧。OK， 这种事情我才不会介意。做得好，没关系。做得好。哥的好，哥的好，好了，你该去。哦、oh. ，你刚说，我说 all kill， 哦 all kill， 你在玩游戏吗？哎、欸，你赶快去啦！你最近都不爬不玩，嗯，爬完。哎、欸，你最我不玩游戏的、啊，我最近没什么在玩，我就觉得眼睛已经过劳力了，一直看剧。还要玩游戏？那、啊、你最近都在干嘛？除了看剧以外，练舞啊，练唱歌啊，然后当家庭主妇啊，然后我现在育有一女啊，木木，所以我就在家里当那个家庭主妇。嗯，没错，你呢？我，嗯，我。打运动吧，你可以不要那么宅吗？打运动、睡觉吧，我觉得
早上10点起床，然后吃完早餐以后休息一下，然后跟竹马聊个天，然后玩个电动就吃。一下你要听我讲完啊，都行。你听我讲完，中午吃完饭以后呢，再打一下电动。打完电动以后，差不多3点睡个午觉，睡到5点半，然后再起来。然后如果晚上有直播就直播，如果晚上没有直播呢，就可能，就这样吗？你去哪里了？其实挺充实的，挺充实的，很充实，真的。我觉得你刚那样子很详细的，你是详细的解说。我觉得你有点荡了，我们要不要先关掉了？啊，你先关，因为我的平板很没快没电。你快没电了，你赶快去充电。那我先关了，拜喽，拜。他被我关掉，他说爱你，我直接把他关掉。好，可以回来了，宝贝们，各位宝宝们，你们还在吗？哎，有点大，怎么办？哇，等等 ，Coco 欢迎 ，Hello， 过这么宅生活还那么这么瘦？对啊，我真的是，我也是。对面 model 嘛，对呀、啊，我刚刚是说抑郁女，抑郁女，口水的声音什么？隐形镜好看，眼睛不好看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她隐形，因为我每次都会夸奖她买的隐形镜。Hello， 人好，又要没电了。对啊，真的是哦，手机真的是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，很卡，因为没电啊，就有点卡卡，很卡哈，吓死你们，嗯，杀树来啦，我看到了。Q 片男子欢迎，联播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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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才回来不是吗 ？QK 男子欢迎，4连败啊你！我就是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我就是脑袋没有东西的个人。阿里哈喽人好，我就是笨头笨脑的人，我就是笨头笨脑的人，我就是笨头笨脑的人。你们拿我怎么办？你们拿我怎么办？很吵哦。连播大人跑掉，顺便浪一下。不允许，都是你害我刚刚没有什么提示，我们在玩游戏，害我一直输，就你没有提示，少一个提示真的很重要。我们真的是，等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拍到木木，点数都用在美丽的外表上。哎，人真的是笨。可爱哦，等一下我再拍默默睡觉，全欢迎。他睡得好舒服，超舒服。好，自己玩才有趣啦。刚刚听到祖祖趁机跟头目告白，没有，他是跟那，他是说里面有人那个毛良欢迎，有人这样子讲，说什么小超可爱的，没翻墙，谷歌框架，我自己玩反而更无聊哎，习惯了。刚刚在玩什么？你不进来怎么会知道？不跟你说，来，谁叫你要跑掉？哼哼，你这个坏蛋。Hello， 宝宝妹子，欢迎。我要来擦个口红，颜色不知道擦什么呢？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颜色，这个是
这个颜色是有一点，我要当起卖的人，对啦，羞羞欢迎，还要这样子哦，来，我跟大家说这个色号，这样赌气耶，这个色号是525，然后就是它的外观是这样小小的，方便携带，然后呢，打开呢就打开，转就转，然后把这样擦，嘴巴呢，先把它抿抿抿，然后先擦封唇。哎，好香艳。嗯，好了。素色完美手，见骨欢迎对完美手。转就转是什么？就转，然后现在可以盖起来，然后把它放好。好了，完成。我的妆容就这样子，好像笨蛋哦。涂口红胶层。等一下，我的刘海是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口红好吃吗？你们吃看看。Hello， 女猫，我不想说话，我害羞了。Hello， 大象、鳄鱼，欢迎。卡了吗？芒果味。太突然了，北七，为什么要冒北七？北七加北七等于一起死，是吗？干嘛不接受这个碗呢？我怕。姐姐可以帮我拿一个糖吗？巧克力的，谢谢。随便的一个巧克力。有，都把网络都崩了。真的吗？真的有？刚刚有断掉吗？你是想我再亲一次？芒果什么？随便，只要是巧克力我都要。随便一个，随便一个巧克力。芒果味差不多等于榴莲味，姐姐说的。我才不要跟你一起死，你走开。你真的呀？下午买了巧克力喝多久？好，爆了。阿丽真的很希望能早日可以完工，两个月没看，真的受不了。我也受不了啦，我好想你们呢。这个垫子很舒服，哎，是要不要拿他的尿布？我们家狗睡得超爽的，你们想看吗？我握手会看到阿丽的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我可以握手会让给你们亲感。丢过来，这是我在我家附近买的一个，就是它叫 QQ 球，好好吃哦。所以你就跑去顶楼跳舞了吗？嗯。颠覆想象了，我所谓看到阿丽是，我原本是怎么样？我想知道。我也想你们了，想赶快看到你们，真的想赶快，想赶快，马上，而且它这样撕开就好好吃，感觉它是什么？就我不知道这个名称叫什么，但这个真的很好吃。QQ 球感觉很好玩。我没有想吵醒他，我想拍照。嗯，上课上六六欢迎。还有卡吗？还有卡吗？雪梨伊梨。哦，我就是一个公主啊！开玩笑，我是老公主，没有看上。我本来就这样嘛。有点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对不起，这个 QQ 球好坚韧，它就是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东西要用扒的会很好吃，巧克力口味的，对。啊，人好怎么样？你不喜欢我这样子吗？天哪，我是不是要改进一下？你看它是这样子，就是好好吃的感觉哦。很，它的肉是那种老公主担当。老公主真的，我会慢慢习惯的，好好吃啊！哦，它很有嚼劲，它的肉是很有嚼劲，它是 QQ 的，所以叫 QQ 球。你看它的形状，哇！哎，
我来做起美食家。刚刚是美妆家嘛，零度欢迎，零欢迎，一离欢迎。刚刚这是美，还有脚劲。你好像都喜欢好嚼的，因为牙齿不好。哎，是老人是不是？你看，他就是有一种 QQ 的美食主播。然后呢，扒开呢，你们看他的内馅呢是巧克力抹吉的感觉。你们看，还可以撕开哦，然后就可以这样。这种直接变直播美食。Oh my god！美妆家做不了一分钟就宣告失败，怎么感觉不好吃？神家树真的是美食直播间，那是因为你讲说很有嚼劲，哈，跟你讲的是不好吃的，臭家树，哦，很好吃，然后它吃进去有一种巧克力苦苦涩涩。苦苦的味道，不是甜的，就是甜没有很甜，然后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看，哇，有嚼劲不好吃，但是你怎么乱讲？就算接下来烂，你看芋圆对我最好，哼，来，你们要不要吃啊？哎，掉落。对，很好吃。没有新名字，什么新名字？我想睡觉，我怕我等下被你吵到。我是说，好吧，我本来想说要略过那个字，结果还是被你再讲一次。好吗？我介绍很烂了，我知道。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安慰自己。是美食。姐姐给我写卫生纸在哪里？看看位置。你卫生纸？不要，没关系。但是真的是要白眼。接下来 XX 欢迎。你们都欠我。我今天是国民老婆婆哎。老婆婆不是要被疼爱的吗？还好，其实马吉那边可以。而且现在买四送一，对吗？然后我们就买了两个巧克力，一个芝麻跟一个巧克力。三个巧克力，一个芝麻，跟一个芝士。两个巧克力跟一个芝麻跟一个巧克力。我也还没讲送一是什么，我也还没讲那个送一是什么。What？ 我不可能说千送一吧。天生一双小的，好笑吗？你觉得搞笑？你觉得你很幽默？你觉得你很幽默？国民老婆婆要不你过门？不要，我只要你们对我好。你不是不承认我是老，我就说你是老太公啊。没有，是真的，我喜欢吃这个。送一什么送一？千送一。二门普欢迎。哦，好幽默哦！没有，我刚刚突然想到千颂伊，最近韩剧看多了，好好吃啊！明天再去买。他这一家明明就是在卖菠萝包，可是我想吃他的 QQ 球，是叫 QQ 球吧，姐姐？对我欠送一，对我欠送一，我非常欠送一，买欠送一，你这么快就吃完，买四送一哦，我不卡了吗？好，不卡了，好、哦，很烦了你们，我不说话了，姐姐说的小声一点，不要讲话，那我就不说话，因为你们呢是要送哪一颗？哈喽王科可以送真脑袋那一颗，老婆我爱你，我说了我是老婆婆，老婆婆老婆婆，
笑死！不可能有生气的问题吧？对啊，不可能有生气的问题。气一下网络都崩了，那这亲一个啊！我看到有这亲一个，会不会网络也崩？等下我会找时机，可以请孟纯介绍一下。孟纯介绍什么？送哪一颗吗？等了50年后才有老婆婆。没有，我现在是老婆婆，我要当老艺术家，当艺术家。哈喽王那一颗最闪耀的星，哈喽王颗星。你们发现我今天眼睛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福你过了会中彩票吗？我之前好心给人家那个什么寓意啊，我也没中发票啊。不能，你帮人家做事，你不能想着说要有回报，赶快有回报，你不能有想这些心态。如果你想这些心态，你就一定绝对没办法，绝对没办法。嗨，肉圆是美女，她来了我就开心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豆力王欢迎。嗨，您好，您好。你们到底要播多久啊？来跟我聊天啊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哪里？有人要你来吗？这是重点。弹起我爱心爱的视频，她唱起了动人的歌谣。好哇、哦，零度欢迎。你在演讲什么？我在演讲关于零体力很美这件事情。我们下来研究为什么零体力很美，好不好？我们从头研究，好不好？要不要一起研究？我都服12到25岁过马路，你这是变态。所以50岁的人就不服是？我刚去看医生，你是想被我打？你是看什么医生？不可能说肉圆有事吧？嗯，中间的肉被抽走。可能中间的肉被吃掉，皮只剩皮了，研究个屁！好，我们从脚开始研究，看医生看什么医生？是医生看你还是你看医生？就是呢，我脚呢今天有跟头发插到那个什么，我的皮跟肉的中间，我跟大家讲，大家都不相信。我跟我姐讲，我姐就说怎么可能？你们不相信，然后我给他们看，哎，真的呢，你有一根头发，一根这样子，一根小小的，他就可能有被碎片扎到，所以他那个头发就插进去，然后结果我刚刚就一直在用，他们那边在说，哎，真的，然后用都用不出来，还有迟到10分钟直播，把脚抬起来看看，嗯，这先不要，我觉得有点不美观，你是脚长毛吧？不是，是脚趾头哎，大拇哥在这里，他就是在这里。哦，什么意思啊你们？你看什么医生？你要先讲啊。脚底长毛，先讲看什么毛啊？不，看什么医生？怕有异味飘出，没错。毕竟我还没洗澡，我们就不做这种事，随便看。不可能说没病就去找医生吧？你把黑黑放哪里？哎，本性出来。哦，黑黑是你的医生啊！哦，那我懂了，我 get 到你了。CJ 一零三欢迎，看什么毛？看你的脚底毛啊！不可能说你这么晚了还不睡吧？哎，也没有很晚，9:43。肯德基叔叔欢迎，脚大拇哥长毛好像是有事发生。想吃肯德基，不方便说。哦，所以你是说关于比较隐秘的事情啊？你不用讲，我也大概知道了。好，没事。好啦，这一切的都是要感谢肉圆，他其实。肉圆呢，对我来说是突然感性爱。肉圆呢，他是我从小的一个玩伴，我可以跟你们分享这些故事。从小呢，我们两个明明他来我家，然后他就在那边，我们明明每次都玩得很开，就是我们不是玩得很开，就是小时候都很爱玩在一起。他是我姐妹，然后小时候
谁跟你玩伴了？小时候他来我家，他就在那边害羞，我们两个就害羞，不知道在害羞什么。然后结果已经他妈妈已经说要走了，我们才玩得很起劲。然后你永远都在哭，对，我永远都在哭，然后他永远都在吃。肉圆为啥是这名字是绿的？什么意思？名字是绿的，可能我很有绿。什么东西？害羞的肉圆没有，是我们两个都很害羞。然后直到他妈妈就说：“哎，你肉圆要回家喽。”讲，然后他才说：“我妹妹啊，不要回家，还要玩。”然后就真的不知道什么，当初见面的时候不玩，然后是要走了才那边玩得很起劲。对，肉圆是我生命中，我跟他从小我跟他在一起，我都会自卑，因为他从小比我高，比我胖。然后我小时候很矮，然后那种会被欺负的那种，瘦瘦干干的，都在演呐、啊。对啊，哎，我们从小就很会演戏吼。他们很多人的名字红的、绿的，嗯，红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红的、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。要走了，肉圆才发现自己很喜欢阿里。你是指某个部位吧？哎，洗澡的部分会自卑，因为他从小本来就生育能力特别强。到现在还在长，往这里长。我只是不想回家。你再继续跟人家聊，我看你多会跟大家聊。我去看你生育。一言不合就开车。哎呦，啊，不说了，就这样。从小生育能力特别强势，到现在还可以生五胎了。我的意思说他生育的变态，他现在是六胎、七胎、八胎，所以肉圆是特别嘉宾，他不是特别嘉宾，他一直以来都在，只是他的名字都不一样，不知道他每次进来都好几个名字，我去看他下次有什么名字，是要生几胎？他说他的目标是十胎嘛，发育啦，生育北七，怎样？我讲话就是喜欢这样子。你第一天认识我吗，肉圆？你是这样，我打电话给你，我手机在这里，我打给你，我跟你聊天哦，打电话，现在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是猪啊，肉圆是猪，再努力一点，煮一个。我是说阿丽是北七，有人，算了，实力相当，对，实力相当。好啦，不分上下啦，哦，你姐才猪。他在旁边睡觉，他等一下打呼咯。他是默默在打呼。我等一下下播一下，把那根头发拔出来。那头发已经在我的里面的皮跟肉里面待了两天了。贵家族怎么那么多猪？四小孩。连木木也是猪，养出来的都猪，所以你们以后就叫小猪猪，你们变成叫小布布，你们叫小猪猪，小猪猪行不？行不？看是谁一直赖我骑，惨猪的，应该是肉圆，看一下，我来觅肉圆。林廷珠，小三美月，大户人家，谁是大户人家？我们家是猪，产猪的，连木木也是猪。小三美月，晚安。你也换手机啦？我没有换手机啊，哪有换手机？哦，是我姐的啦，是我姐的，拿我姐的手机来玩。毕竟姐姐比较有钱。不如等下她本性上才是我害的嘛。你在演呢、啊、明明就回人家喊。到底你到底在讲。我在觅你在干嘛哟，现在打嗝还有盲位吗？现在打嗝有鼻涕味。鼻塞味。很吵，你不要再讲电话，不要再打咯。
逼死。哦，我觉得，哦，一刷火箭就卡，谁刷火箭？我也你用你的账号，我们账号里换了，我知道啊，他昨天有跟我分享，哎，前几天有跟我分享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。哇，什么有火箭，什么没有火箭呢？怎么可能有火箭？哭家会鼻涕那里还不敢吸回去，我已经吸啦，你们没有听到我一直这样吗？一姐欢迎。一姐，谁要听他的秘密？不要，我就看你想讲什么。好，你说啊，我没有怕，你讲嘛，你就讲啊。我也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，真的好想你。小三美玲，看我头发也变长了，变很长了。就是变到这样。为什么雨林换手机直播还换的那么长？有吗？等我去看看。不可能，爱的目光锁定你。你也会用这种文字？肉圆怕爆。完了，你在大家的名字就是叫做肉圆了，就叫肉圆。肉圆，想你时你在天边，哇哦。阿丽会去买康青龙的饮料？不会，欸，我知道有跟蜡笔小新，那时候他们有讲，可是我不喝饮料的。想听什么？想听关于那个红红的，红红的，他知道什么梗都可以。陈家树，你不要在那边，因为我很变态。小三美玲说他很变态，不是我说的。小三美玲很变。他是很 bang 的哦，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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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对，他很 bang。 反正他们下次不知道谁是谁，啊，你不是要讲肉圆的肉是的肉馅是山猪肉吗？哎呦，不错哦，真的很变态。你有 feel 出来？好，不要在那边，人家不是要听秘密吗？你在那边不要骗人家。不吃山猪肉，你最好不吃山猪肉。你先看一下你的肉，你最好不吃山猪肉。美玲变态不是新鲜事吧？啊，美玲是轮胎。小火龙欢迎。你是国际友人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讲话好可爱哦，伊犁。他是日本人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同步在密我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同步在密我。哎，没有啊。红木一直在，刚刚一直在那个。有喜，太多秘密帮我缩小范围。先从我的美观开始讲。哎，859欢迎。他全身上下都很纯啊，再缩小一点。哎。头目问你刚刚是不是有想念他？不是，我在回群主的东西。山猪什么？为什么是老鼠？什么意思啦？也是啊，都很蠢。人家怎么不要在那边？美女山猪不是老鼠吗？你们真的是问东问，然后你回西呢？应该说他你回东，很可爱的你们，我看你们聊天就好了。
那边什么？我看你们聊天，我看你们聊天。你知道夜老鼠吗？夜老鼠是什么？我也想知道夜老鼠。关于老鼠的问题呢，我们家小三美玲是不听的哦。小三美玲，我们的国际有人不听，他会怕怕那个。真的，你不要被乱 take 人家啦。蝙蝠哦，蝙蝠，夜老鼠是蝙蝠，他叫你不要在哪边哪边。我要在哪？那我要过去吗？那我不要直播，我下播，你们聊这样子。去另外一边，去另外一边，哪边后面吗？好，不要理我。好，你们聊。那我先静止不说话一下。嗯，瑞瑞不喜欢老鼠，所以不能讲老鼠。那蝙蝠你怕吗？小三美玲，你知道蝙蝠是什么吗？蝙蝠，蝙蝠，蝙蝠。要开战了，哈！我不叫，我不直播说，我说，云汉，谢谢你的枫叶，我理别人，不要理肉圆跟那个叔叔。就是晚上会在的，就是蝙蝠，就是倒着的那个、啊。贝，谢谢你的戒指，给你看，我给你看照片。可是我怕你看到照片，你会吓到。也没那么恐怖啦，就是黑黑的，羞羞谢谢你的戒指。你会不会？对对对，我先不要给你看长相，因为我自己看了也会觉得害怕。不要，好恶心！对，不要，我自己刚看到。什么时候下播？干什么事？哎，我在吃，好，我没有给你看，我没有给你看，你那么晚在吃饭。鳄鱼欢迎。你在喝汤，没有人问你，不用讲话，谢谢。但是也害人，嗯，危险危险。蝙蝠侠，蝙蝠侠好像是可以拿出来看，但是他不是夜老鼠。原来他是夜老鼠，难怪长得跟老鼠很像。Hello， 麻油饭，欢迎。我不太喜欢动物，狗狗、猫猫，你不喜欢吗？那你喜欢我吗？Batman， 蜘蛛侠对夜老鼠，咪咪我比较可怕。嗯，你是一个可怕的生物，女人是可怕的生物。去掉翅膀就像哎咦，谁喜欢你？我喜欢我自己啊。四只脚都喜欢，我不喜欢八只脚的。我啊，你们是有病真的是。对动物来说我是怪物，你是怪怪的物，对，你是怪怪的。女人心海底针，真的。好，哥哥欢迎，丽也是四只脚，很好笑。你有看过我手脚这样子在地上爬这样？志祥欢迎，我也看过你啊，在那个、啊、那个、啊、玉人欢迎，此生最怕的是，哈哈哈，我也很怕蜘蛛，旁边的怕蟑螂，对，他在打呼噜，听到，对我，对你们来说我是怪人，你是我的宝贝，看过了，屁啦。喜欢你也被骂，奇怪耶。你喜欢我，你不要进肉圆干嘛？嗯、啊，你想告诉全世界我家人你喜欢我吗？好了，我也喜欢你。嘎比宝欢迎，你要不要去？很恶心、欸，什么很可爱？你有种你养蜘蛛啊，你养啊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耳机讲欢迎，真的很恐怖。老痰音。啊，我爸不知道，然后我妈也不知道。哎，我有妈妈，得不到永远在牢骚，没事。玉人欢迎，他不知道，看肉圆不知道，肉圆的老公也不知道，肉圆的小孩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讯号很烂，对啊，没有，我平板快没电了。
我又卡了，你去，对，我对不起，我真的跟大家对不起，我平板快没电了，我去跟你爸讲，你才害怕呢，来啊，讲哦，我爸只是说随便拿，他最常对我讲的一句话，熊哥对我讲的一句话就是随便拿，我跟他说，妈，爸，我要转学，随便拿，爸，我要转，我要杀人，我随便看一下，他爸今天才抛弃他，哎，你又知，哎，对，我爸今天抛弃我。因为我姐我爸去找我姐，然后因为我们要去找我姐就是要开大概一段时间的车程这样，然后我之前几天就跟我爸讲说你要去姐姐那你要跟我讲哦，我说因为我说如果你要去的话你跟我讲，他说哎现在应该不会啦，我要上班啊什么的，我很忙啊这样子，然后我说哦好这样，然后就他今天我姐就 po 他自己的现实动态就 po 嘛，他就说那个他就po爸爸去找他给他那个什么水蜜桃这样，然后我就问我姐，我就说什么意思，我大概我跟他讲说我要去找你跟我讲我也要去我要看小孩这样，然后结果我姐就说他打电话给我才对，我哎肉圆我被夹爆了，我今天好，我差不多要关播了，因为我平板快没电。我的身世被人家想出来，我真的，给我一点水，用酒精喷眼睛，制造一点眼泪。你来我家抱啊，木木啊，可以抱过去。我讲木木，然后他这样，他来睡觉，他这样看我。木木，木木来妈妈抱抱。妈妈，妈妈给你找主人哦。嗯，这妈妈宝贝呀，嗯，你小宝贝一个。嗯嗯，嗨嗨，嗯，送你个白眼。他刚睡醒，木木宝贝，妈妈爱你，亲亲亲亲，木亲亲，木亲亲，亲亲。Hello， 欢迎正式，欢迎，阿丽，欢迎亲亲，这边，嗯，来继续讲，好可爱，我每天都会一直闻它。肉圆是美女，现在还抱得到吗？好，去抱它。你们应该抱不动。他终于露脸了，对，他就是很有个性。白木，哎，木，哎，不可能叫他白木吧？嗨，我要念榜了，因为我差不多要关播了，不然等一下一直卡到我不知道明白，一直网络不稳哦。我先念榜。粘榜第一名是嘎逼宝，谢谢嘎宝嘎逼。第二名是二鱼，第三名是朱里恩，第四名是卡布猫，第五名是庄颖，第六是 Bam， 第七是困宝宝团宝宝，第八名是笑笑，第九名是哭江，第十名是哎呦呀，第十一是吉米粥，第十二是回回，第十三是 Shelly， 第十四名是柠檬，第十五名是 Funky 吗？什么不知道怎么念 ，FENG 什么的。第十六是六五八，十七是李真，第十八是 JETA， 第十九金庸，二十是云汉。谢谢你们，不是网络不稳，是你口齿不清，是你该换网络了。是我该换了，是我该换，我的问题 ，my fault。好，跟大家说晚安了。曾小姐真的会被我骂，肉圆小姐，真肉圆。我说不给礼物，你会说我是说假的吗？给什么礼物叫什么？等一下赖我，好啦，我现在可以赖你啊，拜拜。
我要去玩游戏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你，绝对现在马上，此时此刻。他姓曾的，曾肉圆。喂，小妹揍我。干嘛？下播了没？下播啦。哦，是哦。嗯。你有种啊，有种啊，你有种露你的身材，哎，看一下。为什么白目又起来？没有，他刚刚那个。你看呢？我们都给他睡房间。你看一下梦境。哎，不可能吧？白目。你这样叫他，可能真的要起来。好了，我还没关播，我先关播，拜拜，拜拜。他不会爆言呢、啊，他爆言，他第一句就先爆了，哎，他的身材先爆了。是朋友，好吧，怎么讲？我要去跟肉圆，大家晚安，嗯，拜拜。